钟丽缇与严真的婚姻一直被指女尊男卑，不被外界看好。今年五月中，钟丽缇的丈夫严真在微博上载了一张跟女友人 Vicky 的合照，坊间随即传出钟丽缇婚姻触礁的消息，但当事人一直不做回应。时隔三个月，钟丽缇终于亲口承认，半年前她已经跟严真协议离婚。她表示，这是我跟严真一起做出的成熟和困难的决定。五月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未能冷静下来整理好自己，所以到现在才说这件事。我只想说一次，以后也不会再解释，希望大家尊重我的隐私。钟丽缇表示，离婚后跟严真的关系却更胜从前，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因为我们决定一起抚养小孩。还有，他仍然很关心我，现在我们已不在一起居住，但要是我有工作要离开北京，他会回来照顾小孩。有苦娱乐整理报道。